小子，我们最近视频点赞怎么越来越少了呀？那请各位小伙伴们。哦，这个应该是刚刚贴纸那一包，对的，贴纸还有一张海报。那我们刚刚猜出的应该是这一款吧？看一下这一包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一个绳，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装饰，感觉真的很女生呀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的蛋呀，打开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。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哇塞，感觉这个好可爱呀！刚刚这个翅膀呢是可以背到身上的呀，现在我小子一背上了。太好看了，还有个发箍呢，也是给它戴在头上呢，感觉不错呀。一个很可爱的毛绒公仔，差点忘记个事儿呀，咱们在外面不是还发现了一盒奥特曼英雄赏里面的币赏吗？咱们赶紧把它拆掉，看一下，哇，是贝老黑呀，小子，这拆出了贝老黑呀，没能如你所愿呀。那对于这两个公仔玩具呢，我决定把这个长得像独角兽的送给我小子，
我小子正在收拾他的东西了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这里吧，小子和大家说拜拜吧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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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